和美西两位主播了。这最后一场比赛的决定权，我就交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。今晚得票最多的就是主播之星，他所在的传媒公司也将登顶传媒宝座，也将得到我们节目组的大力支持。同时还有一个拉票环节，二位主播请使出你们的杀手锏，开始拉票吧。不好意思了，张老板，这次是我赢了，下次学聪明点，别把有那么多负面新闻的人找来，丢人现眼。看这次还不让你输得心服口服，以后都抬不起头。你以为我还是当初那个被你欺负一下就会动怒的小女孩吗？让你失望了。开始你就动手，你是谁啊？放心，美女，我不是坏人。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其实我是一名星探。那你们是明星公司吗？你听说过主播公司吗？看，这就是我们公司，怎么样？是不是高端大气上档次？来来看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主播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主播行业呀，早在2014年在国内就已经有明显的关注度了，到现在已经掀起了一股人人在家看直播的潮流。而且主播是一个可以梦想成真的行业。来，这边坐。你想想啊，全中国14亿人口，那都是你的潜在流量啊！你每天只要在固定的时间内直播，每当你达到一个高度，公司都会给你提供一些相应的资源，商演呐、广告代言、明星周边、影视剧出镜啊，你想不火都难。看，这就是你的舞台，只要你成为了我们的主播，在直播间里就会有无数的粉丝来看，像我们公司的美西呀、李小婉，现在都已经是大红级别的了。哎，看，那个就是咱们市最大的娱乐记者，你要是能让他采访一次，那你可就真红了。那我想留在这个公司试一试。可以呀，但是你得从基础做起。你好，我叫佳琪，新来的。你好，我叫嘎嘎，这个是阿紫，是我的好朋友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老师来了，我们快去吧，老师来了。好了，能来这里的人都是梦想当主播的，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，脸蛋长得漂亮，没人捧有什么用？才艺好没人看又有什么用？我讲一下规则，由我们当红的两位主播美西、小婉担任队长，你们各自为主，接下来会有为期1周的时间，每人100分，扣光了就给我滚蛋。现在自由分组。大家好，我是美西，想必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吧？大家知道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小婉。接下来的1周，我将担任队长。哎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美西姐吧？美西姐旁边的就是小婉姐。哎，这一次算是进入真人了。美西姐，我早就听说过你了，我们就是冲着你来的。美西姐，让我们跟着你吧。美西姐，你带着我们就是好朋友。你们好，不知道你们愿意来我的队里吗？愿意。佳琪，这里就是我们以后化妆的地方。这儿环境还挺好的。嗯，
等我们成为真正的主播以后，就能来这里化妆了。哎，你们是干嘛的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快出去！我们就是看一看，不耽误你什么的。看看，美希姐一会儿就要过来了，她化妆是随便让你们看的吗？也不瞅瞅那个土样。快出去，别逼我动手啊。你哎，佳琪，不说了，下午还有考核呢，走吧。哟，美希姐，一会儿不见你咋又漂亮了？走吧。嗯，别动。哎呦，看看这水汪汪的大眼睛。口才，说白了就是怎么跟人要礼物。那凭什么你跟别人唠嗑，他就得给你礼物呢？为什么呀？这就是艺术。来，你试一试。老师，我给您说一段绕口令。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。炮兵说，北边的标兵太多了，咱们跑吧。另一个炮兵说，好。你这绕口令是跟评书一起练的吧？不是，老师，我刚才没说好，我再给您说一个。出去说，边跑边说。好。你。老师，我给你说一段绕口令。你赶紧滚，话都说不利索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滚！化妆是一个主播的基础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，成功等于 X 加 Y 加 Z， X 是情商， Y 是口才， Z 就是我上课的时候把嘴给我闭上。眼睫毛快两米了吧？你这是来做直播的还是来演杂技的？老师，我滚。这可是按您的要求画的呀。可是你这拖鞋是怎么个意思啊？明天才艺考核，剩下的学员好好表现。今天考核，每个人都拿出你们的才艺，不合格的照样扣分。你第一个。老板好，老师好，梅西姐好。接下来我为大家唱首歌。唱吧。怎么会爱上了他？明天你跟他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停！完了，我好紧张啊。下一个。老师好，我下面给大家跳一段舞，开始吧。没事，佳琪，别紧张，放松，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个画面，然后做你自己擅长的事情就好了。加油！好，停。下一位。나를 몰라 어쩌면 미쳐
这个叫佳琪的女孩啊，特别的棒。我想如果说她要能进到我们公司，能给我们公司带来更多的效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虽然很多优点，但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我觉得不行。没事儿，佳琪，你已经很棒了。那个美西，他就是找事儿的，不用搭理他。走，我们上这边坐一会儿。我的天哪！下次我们继续努力就好了。怎么了，嘎嘎？你也被扣分了吗？什么呀，兰姐？嘎嘎的才艺是唱歌，可是刚才他在台上一声都没出，这不被轰下来了。嘎嘎，我听阿紫说，你不敢开口是因为你之前参加过比赛，本来可以夺冠的，却意外的输给了比你差的选手，是吗？对。然后我就不敢唱歌了，我一开口就会莫名的紧张。嘎嘎，人这一生没有一帆风顺的，人不怕被打倒，最怕的是被打倒之后再也站不起来。我们都会在你的身边陪着你，你是最棒的。你觉得刚才几个人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一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优秀的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老师们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来吧。谢谢老师。空气中弥漫着你的味道，脑海里依然呈现你的笑，回忆装上了时针的发条，在我的心中反复跳绕。明知你爱我那么少，却心甘情愿不想逃。你背起爱的行囊，走得匆忙，让我从惆怅走到绝望。委曲求全是否能让我爱你，说得理直气壮，也许下爱的幻想如此晴朗，让我清醒又破灭希望。庆幸在青春的时光遇见了你，你说对不起，仅此而已。终于有一个想要的。谢谢老师。好，真好。我宣布一个事儿啊，一年一度的网红节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参加。最大的荣誉，所有人气高的大主播都会去。你们这些都没资格上台。啊，老师，虽然你们不能上台，但是你们可以去看，多学学人家。好。哎呦，我说安然，你不想干了吧？我的服装到现在还没有给我拿来。安然，你信不信我直接开了你？笨手笨脚的，干什么什么不行。安然，快把美西姐鞋拿来。哦哦，美西姐别生气了。真是笨死他们。要来干这种麻烦事，这种网红节有什么好看的？还不是只会卖弄身材跟长相？哥，这不是卖弄就行了。拍吧，拍吧。
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老板，我能上。你上什么上啊？你脚都那样了，你上去给我丢人去啊！老板，我真的可以。行了，你也别磨叽了，你们俩，哎，赶紧把他给我扶回去休息，快去。马上就要演出了，脚还出问题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！我不管了，小婉，你换衣服，你上。老板，我哪会跳舞啊？要不让佳琪试试吧？我更不行。对对对，佳琪，我看过你跳舞，你上没问题。可是老板，我没有经验，我真的不行。哎呀，我们不怕没经验啊，现在救场如救火，你赶紧上，好不好？那我试试吧。通过这次网红大赛啊，佳琪呢已经大火了。下面我宣布，佳琪正式成为我们公司的主播。佳琪，这可真是大好事啊！恭喜你毕业了。我真的可以通过培训了吗？没错啊，而且啊，明天给你们所有人放假一天。陈静，老板，哎，你们来了哈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是我专门请来采访你的著名记者秦城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新星佳琪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镇店之宝美西，怎么样，漂不漂亮啊？哟，秦记者，盼星星盼月亮。总算把你给盼来了。好，这样啊，你们先忙着，我那边还有点事儿，你们聊好不好？好啊，来。坐吧。你们觉得网红是什么？我认为网红其实和明星没有什么区别。我们都是备受瞩目，粉丝无数，通过自己的实力让大众更加的认可我们。哦，当然了，像我们这种公众人物，时刻保持自己良好的形象还是很有必要的。你呢？我认为网红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，只是他们拥有一个平台，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，表现自己喜欢的东西给大家看。
你们现在已经是网络上大红大紫的人物了，那你们红了之后，你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变化吗？我一直都很红的，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。你呢？我想以后看我直播的人会更多，我能把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表现给更多的人看，我很开心。你们对这次的网红节又有什么看法？我觉得很有意义，可以让粉丝近距离接触自己喜欢的主播，也拉近了感情，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对着冷冰冰的电脑了。以往的网红节都是我去的，上次要不是我的脚崴了，哪轮得到你？是啊，梅西姐，要不是你，我也没有今天的成绩，说出来不怕你笑话。当时我还是被老板硬推上去的呢。原来只是临时顶替上去的，临场应变能力倒是不错。秦记者，我拒绝跟他一起采访，他有什么资格跟我一起被采访？嗯，也好，那你的采访就结束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你。那要不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儿吧。没事，咱们继续吧。好吧。就送到这儿吧。今天辛苦你了。佳琪，我听说附近开了一家特别好吃的饭店，我们一会儿一起去吃啊。你呀，就知道吃。我活着可是为了多吃几顿饭。嗯，对，最好再胖死你，让你走不动路就好了。哼，我才不会呢。哎呦，这不是佳琪姐吗？佳琪姐，秦大记者那篇报道我可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了，那把你给夸的呀，你现在就是我的女神了。算了吧，我可不敢当你女神。哎呦，佳琪姐，你就是我的女神，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来，我来给你画呗。不用了，画好了。嘎嘎，我们走吧。哎，佳琪姐别走啊，你下次都带带我们。哟，美西姐，美西姐你来了。美西姐滚！哎呦，美西姐，哎呦，美西姐，你别生气了。哎呀，走，今天呀，就带你们连连麦，给你们涨涨人气。我姐最好了。梅西干的，他就是看我们不顺眼，就是他专门挑佳琪直播的时候直播，就是想和佳琪抢人气，太过分了，佳琪，咱不能忍。走，姐带你们找上去。走。梅西，我们直播间是不是你们破坏的？你们这些小虾米值得我动手吗？你别装模作样，你不就嫉妒现在佳琪比你红？你说什么？他比我红？说话可要讲证据，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们做的呀？你婉儿姐，咱们走。咱们没有证据，先回去，别把事情闹大了。不过我也告诉你们，我也不是好惹的，下不为例。我们走。摆什么臭架子呀，恶心。
我越想越生气，咱们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能这么算了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这种事儿有一就有二，今天晚上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，请君入瓮，抓个现行，看他还怎么狡辩。想不到你还干这种事儿，怎么？你的意思是，不是你指使的呗？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？是他自己的主意，跟我可没有关系。美西姐，你什么你？自己做的事情被别人抓住了，还想怪到我的头上？美西，我不管你做没做，做了什么，想做什么，但是我警告你，再有下次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不就是借着我的名额火了一把，废物一个，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我当没当葱不要紧，你连场都上不去，你不是连废物都侮辱我？你敢打我？李小婉、美西，你们两个大主播怎么能带头打架呢？你瞅瞅，一个个打成这样，你都是武术学校毕业的吧？啊，就这样还怎么播啊？对不起，老板，我错了。但是这次真的是美西不对，他带头损坏了我们所有的东西，害得我们都没办法直播了。你可别血口喷人，没有的事情怪到我的头上，你当我大主播的名头是吃素的吗？我们当场抓到安然的现行，他胆那么小，他是你的人，不是你指使的，他敢吗？哟，老板，你可听到了，他们抓到的是安然，你快点把他开了吧。我没想到安然是这种人，如果他以后坏我一下可怎么办？老板，美西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给我带下去，丢人现眼的家伙。行了，你们不要吵了，你们都是公司的大主播，都是公司的希望，怎么能带头打架呢？啊，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啊。我告诉你们，起内讧的事儿不允许再发生第二次，所有人给我停播两天，谁要是不满意滚蛋。我们现在直播也播不成了，培训也参加不了了，真无聊。好啦好啦，等咱们过两天解除禁播咱们就好了。是啊，好歹这次美西也被禁播了，也算是解气了，就是可怜了佳琪，刚刚大火就被关了禁闭。我没关系的。我不想干了。怎么啦？怎么忽然这么想？我受之前比赛失败的影响，连歌都唱不好，最开始出培训室都困难，更别提直播赚钱了。瞎说，你怎么就不行？你对自己都没有信心，你还能做好什么？白姐说的对，嘎嘎，你的实力大家都看在眼里，你是有天赋的。可是我不知道最开始选择当主播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。嘎嘎，做自己喜欢的职业最重要，
我喜欢艺术，所以不顾家人的反对，我也要坚持这个。既然选择了，再艰难我也要坚持。佳琪说的对，最开始我做主播其实就是为了玩，没想到这一玩就玩了3年，虽然没有那么高的人气吧，可是这是我坚持过最长的一件事了。嘎嘎，你就别走了，你要相信自己啊。真的吗？我真的能做好吗？只要用心，一定行。加油。好，那我也坚持看看，我们一起努力。嗯。梅西姐，佳琪她进直播间了。我知道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梅西，今天到了我的直播时间了，你们有没有很想我呀？直播间了，又进直播间了。嗯，他今天什么情况？我知道了。Hello， 宝宝们，我又来了。琪琪姐，佳琪他又进去了。知道了。听说你昨天晚上播了一夜了。嗯，虽然你是大主播，但是你要给其他主播一点时间吧，不能自己把时间全都占了，要不然私底下很多人是有意见的。我这么说也是为你好，懂吗？我知道了，老板。好，去休息吧。啊，好。请记者，
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啊？我是专门过来看你的。看我？哎，别说，你这舞跳的还真不错。谢谢。喝杯咖啡去，边喝边聊。走吧。好吧。哎，你为什么想当主播呢？因为我喜欢艺术啊，但是我父母总是逼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，我想证明给他们看。我觉得我们很像。你也是不喜欢父母给你安排的工作吗？你不知道我吗？我在这城市这么有名。好吧，其实我就是大家所谓的富二代。从小呢，父母就希望我能继承家族的企业，而我只想当一个记者。其实富二代没什么不好，很多人都很羡慕呢。但是也多了很多压力跟限制，不是吗？父母太过优秀，所以我就必须拼命的努力的去跟随他们的脚步，不给他们丢脸。所以现在连自己的梦想都要放弃。但是我们不还没放弃吗？所以我们要更努力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喂，佳琪姐姐吗？我是小美呀。小美啊，最近怎么样啊？你有没有听院长的话？我有啊，我们都很听话的，佳琪姐姐。那你什么时候来看我们呀？快了快了，等姐姐忙完这段时间就去看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们。好，那你要记得多吃饭，听没听到？好了，拜拜。你这个电话是？这是我经常去看望孤儿院的孩子小美。没想到你还是一个这么有爱心的主播。那你认为主播是什么样子的？主播就是出卖自己的颜值和身体赚钱。哦，不，我不是意思。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吧？其实不是的，就像我会经常去孤儿院陪他们，平时很忙，但是我当了主播就不一样了，他们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了。你知道吗？你跟别人真的很不一样。哎，对了，我最近筹备了一首新歌，希望有机会可以唱给你听。啊，好啊，那我一定要去你直播间听一听。不够丢人吗？我和你妈把你拉扯大是让你在这儿跳舞给人家看吗？走，跟我回去。我不走，我喜欢跳舞，我也喜欢我现在这份工作。工作？你这也叫工作？这算是哪门的工作？快跟我回去。赶快跟我们回家吧。我不走，我喜欢这儿。你是要气死我呀？他不走咱们走，我们跟你丢不起这个人。我们公司啊，风风雨雨经历了这么多年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和照顾。这杯酒呢，一来是恭喜佳琪通过网红大赛迅速窜红，使我们公司的收入啊有了质的飞跃。而且佳琪啊最近还有一首单曲将发布，祝愿大家早日成为网红主播。
来，让我们干杯！来，大家，尽兴，尽兴啊！来来来来。记者好呀，方便聊聊吗？好啊，先走了，爸爸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啊？啊，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看你喝太多了，想让你少喝点。没事儿，不过我还挺不习惯的。没想到自己也有这么受瞩目的一天。怎么，刚才在围观群众中没有看到你？我是谁呀？你怎么跟他们一样？其实就是人太多了，我这没挤进去。佳琪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我去。佳琪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过了，之前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仗着自己是大主播的身份就欺负你们。我想借着这次庆典和你冰释前嫌，如果你能原谅我，就喝了这杯酒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互相学习，好吗？好吧，太好了，干杯。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。美希姐，我们做的是不是有点过了呀？哼，要怪就怪他红的不是时候。佳琪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可能有点喝多了。我去趟洗手间。你怎么样？真没事吗？没事，我就是有点头晕。佳琪怎么了？他好像是喝多了。那我们送他回去吧。来，佳琪。全都是你啊，而且都是负面新闻。怎么了？
这，你看看吧，说你跟两个金主陪酒陪睡，当小三被原配和丈夫在公司殴打，陪睡富二代记者秦城，佳琪善良人设崩塌。佳琪，佳琪，你别难过了，我们都知道你是清白的。佳琪，你说说话呀，别这样啊。佳琪，喂，秦城，新闻头条你看了吗？到底是谁在黑佳琪啊？他现在状态特别不好，整个人愣在那里，一言不发。喂，喂，我就不该让他去当这个破主播。来，喝点水。佳琪啊，外边的那些新闻你看到了吧？我知道，老板，你不用再说了。都说树大招风，所以为了公司今后的发展，我觉着……老板，我决定辞职。好吧，不过佳琪啊，你记着，清者自清，你千万不要被外面那些负面新闻压垮，知道吗？谢谢老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吧。哟，这不是佳琪吗？怎么这就走了？笑到最后的人才笑得最好看呀。美希，就是你在陷害佳琪吧。当初说什么和好如初全都是放屁，你故意灌醉佳琪好让人家拍照。您可别胡乱冤枉我，这么大的罪名我可担不起。你就欠揍。福儿姐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我都知道了，对不起啊。我也不知道与你喝咖啡会被记者拍到。不关你的事儿，有心的人总能找到机会的。其实也没关系的，实在不行你改行也可以啊。这俗话说得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
你看我来这儿干什么？不是我要带你来的，是小朋友啊和你的粉丝希望你来。粉丝？哎呀，走吧。佳琪姐姐来了。佳琪，我们都知道你是被陷害的。是啊，佳琪，前记者都和我们说了，我们都相信你。听说你回来了，我们都特地过来看看你。我们都是本地的，你们还是有很多人支持你的。我们这些铁粉听了你的话，每个月都会抽出时间来孤儿院看望这些孩子的。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你们。可是我……好了，大家别说了。小朋友们，让佳琪姐姐陪你们玩，好不好？好。快去！秦老板，大灰狼来啦！秦城，谢谢你为我做这么多。我也没做什么呀，咱俩也用不了那么客气。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些人不会是你花钱雇来的吧？你笑什么？认真点。天地良心啊，我秦城呢虽然是个富二代，但是这么无聊的事儿我可是不会做。佳琪啊，其实我觉得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我只不过是告诉了他们你今天会来孤儿院而已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是支持你跟喜欢你的。无论怎么样，我今天太开心了，谢谢你。我说了，咱俩用不着谢。陈医生叔叔让我们一起玩吧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佳琪，喝点水。谢谢。院长，你认识秦城？秦老板年轻有为又有爱心，咱们在孤儿院就是他出资建的，而且他建了很多这样的孤儿院。真没想到他还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佳琪姐姐，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们呀？是呀，什么时候来看我们呀？等姐姐一有时间就来看你们，好不好？孩子们，今天呢佳琪姐姐累了，然后呢我们先回去，改天再来好不好？好。佳琪，你真的不会再直播了吗？谢谢大家喜欢我支持我，我对不起大家。大家也要给佳琪点时间让她缓一缓，也许有一天佳琪还会回来的。佳琪，你能为我们唱一首歌吗？我们还没有听过你的单曲《Sweet for You》呢。I wanna be through on snow time， 靠近我不要徘徊。在一起的感觉你明白。 I wanna be through on snow time， 贴心的给我关怀，拉住我并不需要表白。终于下班了，干拉子，走陪我。
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这个，老板，你有话你直说吧。其实我们不该这个时候来找你，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了。哎呀，是这样的，马上就要迎来所有主播的网红节大赛了。本来美希要代表公司去参加比赛的，没想到这是一场阴谋。他把你气走之后，公司再也没有大主播了。你不在，我根本没有心思直播。他居然带着环环和安然集体跳槽，现在公司没有大主播的支撑，岌岌可危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想让你回来代表公司参赛。我现在挺好的，我不准备再回去直播了。一年一度的网红大赛就要开始了，今年的热门夺冠已经产生，那就是呼声最高的美希，不知道她会不会成为今年的主播之星呢？让我们敬请期待吧。佳琪，你真的不回来啊？你不回来公司就完了。行了，别劝了，佳琪有她自己的想法。对不起，你们会不会怪我？怎么会怪你呢？你有你自己选择的权利。再说了，现在让你回来也真的是难为你了。谢谢你，婉儿姐。哎，你们谁是佳琪？我是，你是谁？美希姐说了，不想让你参加比赛，我们只好打残你。没想到美希这么坏，到时候我们连累你了。行了，别说这些话了，干就完了。公司还有人吗？别以为你们有了美希就一定容易，走个脚。好，那我可要擦亮眼睛好好看着了。亲爱的各位粉丝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年一度的网红盛典，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期待了。那么我们欢迎我们的五位女主播闪亮登场。佳
那么我就闲言少叙，现在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。佳琪加油！佳琪一定会成功的，我们要相信她。可是我还是好紧张啊。放心吧。好，有请下一位。好，有请下一位。好，有请下一位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。我的心里没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。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，我的心里没有他。我们有请下一位，辛苦。干什么呢？美西让我来放东西的。美西，他不是已经把东西给我们了吗？那是错的，这个才是对的。走吧。哎，那不行。美西说了，这个是他比赛获胜的关键，至关重要，必须我亲自监督的。走吧。现在只剩佳琪和美西两位主播了，让我们有请二位。佳琪和美西的才艺比拼势均力敌，这最后一场比赛的决定权我就交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喜欢谁就把票投给谁，直接发短信到我们的节目组，你们的投票将会直接显示在屏幕上。今晚得票最多的就是主播之星，他所在的传媒公司也将登顶传媒宝座，也将得到我们节目组的大力支持。同时还有一个拉票环节，二位主播请使出你们的杀手锏，开始拉票吧。不好意思了张老板，这次是我赢了，下次学聪明点，别把有那么多负面新闻的人找来丢人现眼。看这次还不让你输得心服口服，以后都抬不起头。你以为我还是当初那个被你欺负一下就会动怒的小女孩吗？让你失望了。那么现在拉票开始，有请我们的美西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主播美西，
今天站在这里给大家表演节目，我真的非常开心。我已经忘了这是一场比赛了，我只是享受这其中带给大家的快乐。切，这大姐脸皮真是厚，撒谎连脸都不红。看她那脸上擦了多少粉，就知道红不出来了。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，请大家喜欢我的宝宝尽情地为我投票哦。想必大家也不会把票投给一个对大家影响不好的人吧？就这还不枉踩佳琪一脚呢。哼，佳琪一定会赢的，到时候看他后不后悔。兰姐，佳琪能赢吗？他们现在差的片子太多了。呸呸呸，乌鸦嘴，佳琪一定会赢，嘿，必须赢的女孩。拿掉戒指，扎起马尾，开始不再想你姿态，接受无奈，承认失败，他才是你的爱。寂寞伴随自由色彩，迎面来，头发甩甩，大步的走开，不怜悯心底小小悲哀，挥手拜拜，祝你们愉快，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。飞机飞机，辛苦美西小姐，接下来由我们的佳琪开始拉票，有请佳琪。大家好，我是佳琪。刚刚成为主播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懂。那个时候，我只是单纯的想把我自己的才艺、快乐分享给大家。后来我才知道主播这个行业的重要性，它给了很多像我一样喜欢艺术的人们一个机会，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，一个利用这个平台帮助别人的机会。相信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知道我过去的人，这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打击。在我离开的时候，姐妹们眼中的心疼和不舍我都看在眼里。本来我是没有机会站在这儿的，我也没有勇气站在这儿。正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，我想起了以前在公司的快乐时光，老板帮助我，姐妹们鼓励我，看到他们，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了。煽情倒是有，佳琪一定可以的。我还要感谢我的粉丝，他们陪我去孤儿院，去看望那些孩子，这让我知道，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相信我，支持我。我真的很感动。是他们让我知道了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我不只是一名在镜头前的主播，我也在为社会做着贡献。我也要感谢我的父母，谢谢他们一直为我操心，还包容我的任性，让我去追寻我的梦想。另外，我还要感谢一个人，谢谢你，我相信你是最懂我的。为了你，做什么都可以。佳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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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佳琪。前段时间我准备了一首新歌，我原本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唱给大家听了，但是现在我想唱给你们听。我相信只要足够努力，一定会有再次被大家认可的那一天。
佳琪今天参加比赛。姐姐，你帮我拉了票。没有想到我们的佳琪后来居上，超过了夺冠热门的美希，真是太精彩了。现在我宣布今年的主播之星就是佳琪。等一下，工作人员呢？我之前让你们准备好的东西呢？现在就放，立刻马上。我给你们这么多钱就是为了让你们去拦截佳琪，把他打残，让他上不了台就行。你去跟踪他，把他和别人接触的时候都偷拍下来。让你去你就去，默契。佳琪已经被我灌醉了，一不小心我就赢了，装成他粉丝的样子，下次放聪明点，他动手动脚，别整个自己耍坏，让还让别人拿到证据的蠢货出来丢人现眼。钱少不了你的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次真的是我失误，我还能一雪前耻的。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啊！你被开除了，从今以后不要再让我见到你。老板，老板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次真的是我失误，我还能报仇的。老板，环环，安然，你们帮帮我，你们帮我跟老板说说好话，帮帮我。环环，当初你骂我们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现在的下场呢？美希姐，要是没有了你，我们才能起来呀。要是你在，我们可就得永远活在你的阴影下了。拜拜。来，各位，我说两句啊。这次呢，我要感谢佳琪。多亏佳琪帮助公司力挽狂澜，所以我代表公司，代表公司的其他主播们，谢谢你。其实都是大家的功劳，尤其是秦城，这次真的要好好谢谢你。要不是你拿到了美希的证据，我就要输了。嗨，这怎么说我也算是个记者吧，想拿到点证据还不是很简单的吗？来吧，感谢的话就不多说了，我们一起喝一杯好不好？敬大家。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吃菜吃菜啊，别客气。佳琪啊，你回来吧，我们需要你。是啊，佳琪，没有了你我直播都没劲。对啊，佳琪你回来吧，我和阿紫还等着你带我们出培训室呢。嗯，好，那我今晚就回家拿东西，明天就回公司。好的，我在这边等你。来来来来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今天我还没好好恭喜你啊，冠军。那还不是你的功劳。佳琪，不知道我能不能。哎，我们什么时候再去孤儿院？我等你约我呀。
天的比赛我们都看了。爸，对不起。哎呀，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呐，我们的女儿还真优秀啊。爸，佳琪啊，我和你妈都商量好了，这段时间你的变化我们也都看在眼里，你长大了，你的事情自己能做主了，所以我和你妈还是想让你高兴起来。你要是高兴啊，我和你妈就会高兴起来喽。妈，谢谢你们。傻，天底下的父母哪有不希望自己孩子好？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以前我经常问自己，我是谁？我究竟在做什么？很多人都说，主播其实就是戏子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我们永远光鲜亮丽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发掘的网红。美女，我看你要身材有身材，要长相有长相，我相信下一个网红就是你。哎哎，美女别走啊，美女当不了网红当明星也行啊。其实我真的是一名星探，只要你坚持梦想，我相信下一个明星就是你。